想要吃头家嘛，替我做主。小姐，你要阮卡匠做啥物主？紧讲。我不倒来的，你去黄平找黄总裁囡仔。我邀请你回去，无唔对。坦白讲，我今日唔是来参加婚礼，上好是这场婚礼会马上取消。林小姐，你凭什么叫我把婚礼取消？林安娜，你莫想要乱，请你马上出去。阿爹，上去。小姐，麻烦您出去。我甲您警告，恁任何人拢免想要甲我卡。若是我今日有发生任何意外，这个责任不是任何人都负担得起的。Maggie， 他是谁？黄总裁以前的秘书。真是的，我刚才想要和今日的主婚人讲的。可以过来。卡姐，可以过来有听吗？头家妈，我知你什么人，我是这场婚礼的主婚人，有什么代志，请你讲。我想要请头家妈替我做主。小姐，你要阮卡匠做什么主？紧讲。我不倒来的。你去黄平找黄总裁囡仔。林安娜，你这么闲在后面乱讲啥？你马上拿出去！总裁，头家妈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请你相信我的话。这就是病院检查报告。林安娜，今日我不管你是真实有心还是假有心，严格参照你这种根本就不知影自爱的查某，就准讲你是真实有心，那你跟我后生有什么地带？你是凭什么认定讲这囡仔是阮翁的？助理副总裁。我当然是有百分之百把握，今日才来这，叫头家妈替我做主的。要那么，发生安尼搞笑的代志，我面都袂赴，我哪会敢当安尼侪人面头前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？永春，跟我讲来，你讲啊。婚礼，出
出晓。妈，妈，咪华，妈，咪华，你别安尼啦。德胜公这查某囡仔是讲真的，啊，唔该是另外一回事啊，并无影响今日婚礼举行。咪华，燕青讲了无唔对。经过这场婚礼了，你才会当名正言顺，用黄平春太太的名义来面对甲处理这件代志。你若是要取消婚礼，刷落去，你就名不正言不顺，你就无任何立场甲身份来处理甚至面对这件代志啊！卖冲动，先冷静一下，等婚礼完成再过来讲。妈，大伯甲阿母的话讲甲真有道理。参照这块查某人，无定着是胡白乱讲，干话无体。我认为还是要照大伯意思，继续甲婚礼完成。是啦，助理副总裁，徛伫法律的角度，你若无完成这场婚礼，你就真正无任何你合法的身份来出面处理。小姐。请你放心，这件代事我会替你做主，我唔来替我的媳妇做主，请你唔通妨碍到阮的婚礼，知无？是，多谢头家妈。李干呐，你用离开家？袂用哩，我今日必须要解决这件代志。小姐，你若是一定要留下来，就请你渐渐徛伫遐管理了。也若无，请你唔通怪我对你无客气。这条，休息啊，麻烦你啊。嗯。婚礼继续。新娘归，一拜天地，我都要等英雄。